哎呦，又见面了。给你。什么呀？赔你的衣服。其实你不用赔我也行。那我走了。哎，别别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那你赔赔我吧。没给我点呢。我也不知道你要喝什么呀。你不会猜呀？那你觉得人美应该喝点什么呢？嗯，老板，来杯焦糖拿铁。你能喝冰的？怎么最近不开心呢？是啊，有什么不开心的事说出来，大家开心开心。再说我泼你、啊哎，别泼别泼，你怎么老喜欢泼？嗯，谁能喜欢泼的人呢？我以前喜欢凡凡，但是凡凡塌房了。嗯。再后来，我喜欢峰峰，峰峰被抓了。2年半之前。我喜欢坤坤。哎，你们男人是不是都会在这种事情上犯错误啊？嗯，我很感谢你啊，很感谢你能把我们哥四个放在一起比较，但是以我这个颜值跟财力啊，犯不了他几个那个错误。你挺有认知啊。对，我对标鹿晗。你呀、啊？啊，我想说啥呢？就是你美的。像关晓彤，好像还能在你心里面听到这么好的话。其实这么多年单身，也就是怪这张嘴了。谁让我那个嘴里吐不出？哎，无所谓了，无所谓了。你挺幽默呀。哎，那我这样人能让我快乐的成本最低的方式，就是穷开心了呗。